王祖贤当年旧照曝光，没想到24年前的衣服竟和迪丽热巴撞衫了。近日，有网友晒出自己当年与女神王祖贤的罕见合影。他回忆说，那天其实是去等哥哥，刚巧王祖贤也在片场拍电影《城市猎人》，见到他就立即前去问关于拍《倩女幽魂》的趣事。后来他见我自己一个女孩在外面，所以邀请我入办公室坐，真的非常贴心。两张合影发出来后引起了那么大的回忆杀，同一个镜头同一个光线，王祖贤有多清新夺目一眼就看得出来，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愧是古装第一美人。有网友惊奇发现，女神的皮衣有些和迪丽热巴撞衫，只不过热巴在里面穿了件衬衣。时尚是一个圈，几十年过去又兜了一圈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撞衫。但是有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，王祖贤是真美啊。王祖贤最后一部作品是2004年上映的《美丽上海》，37岁的她仍旧美丽。真希望时光永远不老，女神一直美下去。